冬天的时候要爬起来也是很挣扎。那想到上人啊，年纪这么大，每天都从不休息。个人的事小，天下事大，那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智慧去看看要怎么来圆融。高速公社基地难被圆融，需要放下，还是要沟通，好，让社区能够和谐。